想買聖誕禮物啊？買十隻小鴨咯。喂，真我真係講十隻小鴨。大家可以透過樂施會的樂施有禮網站咧，真係買到十隻小鴨嘅。唔單止十隻小鴨，咁仲可以買到安全道路啦，清潔食水啦咁樣，而且樣樣嘢咧都可以幫到人添嘅。好似我哋都市人咁樣，有陣時咧就收咗啲禮物啊，唔等使啊咁樣，白白浪費咗。所以我廖偉雄今年咧就特別向大家推介樂施網站呢個網址啊，咁大家記得上嚟去揀禮物啦。